启动。2017台大校园人才博览会及产业趋势展，台大与企业共创未来。依据2017台大校园人才博览会及产业趋势展正式展开，预祝今天参加的公司机构以及所有的同学校友都能够有丰富的收获，满载而归。台湾大学欢迎各位参展的厂商、各位师长、同学还有校友，对台大一年一度的校园征才博览会的这个支持跟爱护。我们今年呢有246家厂商来参展，我们的摊位一共有408个摊位，这个是破纪录的哦。比起去年呢，成长了将近7%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不只是我们延岭大道哈，我们在所有的垂叶榕道等等呢，都有满满的这个摊位，那提供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征才的这些机会。那这是要感谢厂商们的热烈的支持。往年呢，我们都只有这些摊位，让厂商们来做他们的宣传跟征才活动。那我们今年特别在这一栋就是我们的新的体育馆里面呢，我们邀请了8家的产业那针对未来产业的发展，给予我们这些校友们还有同学们新的视野。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些8家厂商，把这些新的观念、新的技术、新的商业的模式介绍给我们同学，介绍给我们校友，让我们同学们在参加这个展览之后，知道未来我们整个世界产业的发展方向，让他们可以在大学的时候就好好的为未来做准备。所以我想这个趋势展承蒙这8家公司热烈的赞助、热烈的支持，那让我们呢，我们的学生们、我们的校友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观点、新的 vision， 想必呢对于他们未来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忙。那在这里也再次的感谢参展厂商们，还有这8家的产业代表们，以及各位与会的师长们、同学们跟校友们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